等等，嗨，这么巧啊！他在搞什么呀？他可能中毒了吧？当天的一个眼神，日夜梦在我心里。这晚怎跟你相见？会否心动望着我？不懂开口，我怎样做？去告诉你真心情，但愿在今晚的微亮，让这份情传达你心。Oh, Miss May.This rose is for you. 因为100块钱三只，你姐呢就弄坏了一只，所以 This rose is for you too. 真是个奇怪的男人。你这两个泡妞。我最讨厌泡妞的男人了，帮我一个忙。好啊。啊！我说，你们两个还不快穿上衣服！